大家好，我是小朵。那个从老爸来川以后，大学就没回来，今天回来了，这得半个多月没来家了。刚一来家呀，就要露一手，看看他在做啥。Miss Lee，嗨，Miss Wang。你在切啥的？这是鱿鱼，张屋，这不是鱿鱼好不好？分不清我。做啥准备？干煸章鱼丝，这个好吃啊！别那么激动，我喜欢吃这个，你又不是给你吃的。还弄了鸡是吧？还有，还有，其他的呢？在那屋是吧？在那屋那个骡子上。这不前两天老牛晒的鱼吗？泡开了。泡好了，哦，这现个在鱼。这上面蒸一下。因为它不咸，泡好了，没有盐。煮还快呀，蒸不有点费事啊。不是，要煮的话就一点咸味都没有了，就不好吃了。哎，不对，得把这个拿下来。哈哈，我怎么那个油全到我手了？啊，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吧？干煸这个东西得用这么多油。这里还有这个小白虾，过会儿也得干煸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今晚这伙食太丰富了。好，你是不是别要了？今天黑六声呢，草原最美的花，进来就不会唱。看看这个劲头，跟橡皮筋一样，好，好。你夜晚多晚上网夜班给到我都上乖了。这个牙不好的不能吃，费牙。对，这就是实话，咬不动。一个人能吃一晚上。来了，油开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什么奇迹？油炸的奇迹。这个太冷，是不是冷了？冷啊！我忘了没有地暖。你穿着我的衣服很爷们儿。只能说你这个衣服太娘们，瘦了，瘦了。你咋瘦？围裙都穿上了。围裙也给我了。鱼也好了，顾不上了，两头。炸好了。不要太激动，好不好？我激动着吃，主要的。来，吃吧。你这个衣服给你也太配了，立马垃圾裸的。突然之间发现你太美丽了。再把这个小白虾炸一下，干煸虾。撕下来。啊。哦，白花花的肉啊，真好啊。哎，我最爱吃这个鱼，太好吃了，你看。这叫那个面包鱼，鲜的面包鱼也挺好吃的。入口。哎呦，白花花的肉呀！都不需要动手，它自己就碎了。干煸鱿鱼丝，开始。四个盆了，还有海蜇丝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了？是不是还有啊？还有得炖鸡。开吃。
还得弄瓶饮料当酒。送你戒指。啊。哦，你带着吧，你带着吧，那再还一个，那再给你。好。放到下面。再好看，再配。小雨，开红了。对着发点。哎，摇不动。抬杠了，不过成钥匙了。这个好像，这就是有味道。他是你俩的，你说你俩就干了。这个哈。嗯。这个味儿太正，嗯，这桌菜呀，在饭店里面得500块，五百那么多，500也够呛啊。看看大厨是谁给啊？得看大厨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这吃相都不太好，尤其是你。喜欢小豆的给个关注，感谢了，拜拜。